好，现在云霸玩的是 JPW， 就是那个台湾 JPW 的一个游戏。这个游戏台湾其实也有，它有点像云霄飞车，然后那个就是挥动着手上的 VIBE 摇杆，然后来进行在城市里面做飞行。你要挥动它，它就会那个滑翔。然后这个椅子本身是体感的。